欢迎收听这一集的疯女人聊天室，耶！没错，今天又是我们这个很受欢迎的爱情诊疗室。投稿对我们的投稿还是源源的不绝，源源不绝。那我们的网友们呢，越来越多精彩的投稿，我们今天就直接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投稿。好啊，会不会太进入的太快？那想必这一集是第三集，因为我们录音室是我们录的第三集，因为我们第一集前面已经闲聊过了，我们聊超时。对，好，可是我们今天的故事都还是很精彩。这样好，第一个呢，它的标题叫做“新婚想搬出去住，但现况令我苦恼”。哦 ，OK， 这个女生说。我跟我老公在一起四个月就登记结婚了，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30岁了，所以想结婚。然后呢，老公是一个让我生活很快乐，也懂我情绪的人。加上我的公婆很好相处，很明事理，不会偏袒儿子。括号之前吵架，婆婆都还会帮我们劝和。我觉得这样的公婆太棒了。可是呢，就结婚前，我婆婆也有要我要好好想清楚，不要太冲动。真的是天使婆婆，真的耶！毕竟四个月真的很短。四个月我真是吓爆，就这才是闪婚。对，我没有闪婚，这就是。还在记仇？不是记仇，因为很多人一直说我闪婚，然后呢？其实一年不算闪。对，因为我有连去做脸了，我的美容师都说：“哎，你怎么闪婚啊？什么之类？”我说：“有闪婚吗？没有吧？”他说：“你们不是交往一下就结婚了吗？”我就说：“我们交往一年多一点，因为很多人这辈子感情加起来都还没有一年。”然后他一听到一年多一点，他立刻停下来说：“哎。”那还好、欸哦，他被新闻骗标了。对呀、啊，他就说、哦、那不闪啊！我说对呀、啊，明明就不闪、啊，到底为什么？我知道，因为一般人结婚流程是什么？先求婚的讯息溜出来了， oh, okay. 接着就办婚礼，大家就不会觉得闪。哦、oh, ，但你的闪比较像是这个消息直接蹦，直接告诉大家这样。好，那我们回到这位闪婚的朋友。抱歉，我们离题了。这位闪婚的朋友，他从小就住在台北，职业呢是团课老师，会教舞蹈啊，或者是一些团课、oh. 这样穿梭在健身房跟运动中心。那么她老公呢是桃园，好 detail 对哦，每个人现在都这样，现在都这样，大家现在都有 get 到些文对对。然后她老公是桃园人，那她之前就是台北桃园这样跑来跑去，就你好，没有他们在观音真的很远这样。那结婚以后呢，他们就搬去桃园跟婆婆一起住，因为公公在国外，偶尔才会回来这样子。对，那么结婚前她是知道说他们家在郊区。然后是观音那种透天厝、我那时候只觉得很酷，很像去宜兰的民宿。哈，果然刚在一起就是恋爱脑，看什么都是好。OK， 对。然后他说他原本不会开车，也有为了要住桃园考驾照，然后妈妈付头期买了一台车当嫁妆。然后呢，教课他也是通勤开车。现在已经结婚快一年了。他一直有个念头，就是想要搬去市区，哪怕台北一个小套房也好。那么因为他婆婆是乡下人，然后非常喜欢种菜，不喜欢住市区，所以呢，现在他们住的那个地方，他婆婆很喜欢，但是去哪里都要40分钟的车程。他开不到一年，车子已经跑3万公里，真的是非常频繁在开车这样子。那么他觉得这样子一年下来，他觉得教课的时间花了很长，又花了很多油钱，她觉得不划算。所以哦，她曾经有跟婆婆提起她想要搬出去，婆婆有跟她说啊，你跑来跑去这个也是你的选择嘛，你的工作的选择啊，那如果你们想小两口真的就是讨论好要搬出去，我也没意见。铁齿婆婆哈，但是呢，她老公就会觉得说，我们若搬出去就是我妈一个人住，那大姑小姑也都不住家里，婆婆又每天要种菜啊什么的，所以她就觉得，反正就觉得婆婆这样一个人很可怜、又怕发生什么事，远水救不了近火。对对对对对。那婆婆是也有说可以换房子，并且名字登记老公，然后让他们缴房贷。可是呢，因为婆婆就是喜欢乡下透天厝，然后前一阵子有看到喜欢的建案，他们也是有说服婆婆说那个太远了啦，没有人要去住啦，我们都是在市区上班的人，婆婆才放弃。但就是到现在都没有共识。那她自己也想说好，不然我就去租房，可是又怕万一买了房但租约到了，那他总不可能两边缴吧，又要缴房贷又要缴租金，所以目前新婚生活一切都很美满，只有这一点让他很烦恼。毕竟我对于我一个就是家里楼下就有 Seven， 去哪都很便利的台北人来说，桃园市区就已经够不方便了，何况我现在还住在桃园这种乡下，真是欲哭无泪。只怪自己当初太天真，以为高速公路很方便，每天开车好像很帅，事实上只是开车加烧油钱，停车又不方便，养车加车贷比养小孩还贵。请问 Apple Tyler 布丁有什么建议呢？我觉得他最后面这段很多哎、欸，这一段我就原封不动的保留，因为他前面我都有稍微帮他精简过，这一段是他的原话，我就直接保留了。
哇，开拉是大翻了一个白眼，这是什么天龙国人的发言啊？就是要小心。可是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说，难怪他的会变这样。我这边呢，其实反差太大了，因为其实我听完他的这一大堆呢，我先关掉。我想说，我想骂他，不行，他是我们的粉丝。我再看一次，我全部看完之后呢，我把它传给了我的老公，我的军师。我想说，老公，你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好的建议？因为我目前比较想骂人。哇，结果我老公骂更凶。什么？我觉得老公讲到一个重点，是老公说他的人生不是没有选择，只是没有任何一个选择是可以让他自己不用牺牲，就是没有最轻松的那个选择。是，那你们两位怎么看呢？哇，因为我觉得状况很像嘛，我也是刚新婚这样，但我们在婚前，因为我觉得我们节目一直不停的告诉大家，婚前要考虑的事有多多，其中一个就包含住哪里。对，这个是绝对在婚前就一定要谈的讨论。然后你如果不相信你的另一半，你还要去签婚前协议，保证不住在婆家，对，保证住在外面，这是可以签婚前协议。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只能说你一开始真的把结婚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会觉得为了这个爱的人可以牺牲一切，可以通勤什么的。对，实际上什么观音什么通勤高速公路很快就没有这种事情、啊。没有，我觉得他甚至也没想过辛苦，他没有想过什么牺牲辛苦，因为对他而言， okay. 观音仿佛是那种乡下别墅哦、所以其实从这边就体现他完全没有想过就结了这个婚。我觉得是这样子，听起来是这样，因为听起来是这样。我觉得包含住因为我觉得像目前听起来好像连老公也不赞成嘛，对，就你的队友都不想搬出去，所以其实回到一开始源头，就是你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这件事是不是没有聊过？当老公答应太快，对，老公提出说，那我要跟妈妈住哦，我们要住在观音哦，你 OK 吗？你要这样台北桃园通勤，你 OK 吗？你就完全没有思考，就说 OK 啊，那这别墅好棒，然后就一股脑下去，因为他也不是没努力嘛，他就去考驾照、买车，对，只是事实跟他想的不一样，对啦，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节点确实很难，因为你老公的立场没有变过啊，结婚前也没变过，就结婚前就打算这样，结婚后他也不打算改变，所以你现在啊，你婆婆根本就天使婆婆，所以就只能说你现在唯一要说服的人是你的老公，其实就是这样。可是你的老公真的有办法被你说服吗？因为你在婚前没有做这件事情，那婚后你期待要他改变是一件，其实我听起来是觉得蛮困难的一件事情。或我倒是觉得你就出去租房子，你就在台北租房子，因为这对你的工作需求来讲比较适合、哦、你就租一个房子，然后你就先缴租金，因为他里面不是有提到说怕到时候买了房然后又要两边缴，小姐你可以付违约金、哦、就是你可以跟房东说那就是押金不退回，对，然后你就不用两边都缴房贷，因为你多缴一个月那个押金就是一样的，是啦，对，所以可他的租房只是指说他自己租房在台北哦、喔，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我的想法是说你老公如果不搬，你就在台北租一个小套房，就小小的、哦、方便你平常工作。他不是台北人吗？我刚才想问干嘛不回娘家，他为什么不要上班日住个娘家，然后稍微讨论一下、欸、对啊，根本不用租房子，为什么要租房子，因为他不就是台北人、啊、还是他的租房子他跟老公一起住啊，可他老公在桃园工作吗、哦、对，老公好像他只有说老公在市区，但不知道是桃园的市区还是哦、其实有很多解法啦，所以我觉得关键，我就因为我刚刚讲老公讲那句，就是他现在其实有很多条选择，很多个选择、啊，只是这些选择有没有都有可能要牺牲啊，对啊，你如果真的都不愿意牺牲，因为现阶段，因为一般人是要搬出去，婆婆不准，对，或是他老公的立场就是觉得留妈妈一个人，对啊，这能理解。因为我阿嬷她也是不愿意住市区的人，我阿嬷也是，你只要把她接过来，她就会想尽办法要回去。可是因为说实话，因为婆婆可以自理，可以种菜或是什么的啊，你们也有车，40分钟的时间也没有什么远水救不了近火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妈妈一个人这件事、哦、因为我婆婆也是一个人，所以其实当初我们在决定要住哪里的时候有一番讨论，因为我们也会觉得说啊，如果我老公那样搬出来跟我一起住的话，那婆婆就一个人，那她 OK 吗？那当然我婆婆很 OK， 她也觉得她自己住一个人住很 OK， 然后阿姨什么也住很近这样、okay. 然后我们后来的讨论就是好，那我们也搬到桃园去住，就是至少车程不要太远、哦、我们离妈妈也不要太遥远这样子、那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远水我们真的也会怕什么远水救不了近火之类的，所以可能车程不要超过30分钟内，然后我们可以比如说每个礼拜去吃个饭，见面次数可以多一点， 对我们后来就是达成的共识是这样。对，一开始我也是，我们因为觉得孝顺的人在所难免，就是
因为妈妈一个人这件事情确实会，你也怕妈妈会孤单啊，对，或者是，而且你像她如果她老公已经跟妈妈住那么多年了，就是都已经这样相处那么多年，然后突然要搬家，而且她，好，我自己还是会觉得，就是这位小姐，你可能你现在可能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思虑不周，现在就必定要做出一些牺牲，对，跟妥协，然后你怨不了旁人，因为你没有想清楚，对呀、啊，就是只能说你当初四个月就结婚啊，就是很多泡泡梦幻泡泡这样子啊，那现在真的遇到问题了，就势必就是你要为你当初做的选择负责，我觉得就这样啊，那看你是要怎样，但一定会比较麻烦。对、啊，可是我觉得不要孝顺要改变另外一个人、欸、我觉得有点难、欸，好像很难哦。我觉得因为她没有提太多她老公啦，我是觉得婆婆想要种菜这个需求只能在乡下，因为市区种菜还可能会被截因为我朋友，我朋友真的发生过把他的爸妈接到市区来，其实就细致也不算真的很市区。嗯啊，后面有一个小花园，他父母想说有一个小花园啊，那我就可以种菜跟养鸡了。养鸡不行吧？种菜可能还有机会。就被检举了，哦、然后被检举，鸡就被抓走了。啊、哇 ，OK。所以我觉得你要求婆婆改变，婆婆也会很痛苦。那如果现阶段婆婆还很健康，就是其实你们就好好讲清楚，然后像 Apple 说的，可能就搬到桃园的市区好了，嗯，这样就没有很远，就再折中一点点，对啦，这样啊，反正你跟老公也有买房的打算，我建议你们哈，这一次买房，请以你们两个自己为考虑啊，不要再去想说什么会不会让人家觉得你们不孝或是什么。有时候我觉得你拿这些当借口，然后就是我自己很不喜欢这样，就是我有遇过一些人，他们会哦，可能拿孝顺当借口。可是当今天我的人生不如意，我全部都怪说，你看吧，当初我们就是为了孝顺你妈，我会觉得，我会觉得那个被你孝顺的人真倒霉。对，但我不是说他这样，我只是说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这样。所以呢，好，你们既然结婚当时就是思虑不周，那请你们买房的时候就是想清楚。对啦，对，然后不要互相请，多做一些功课。对，那如果你妈过得很好。就是婆婆过得蛮好的，你就尊重婆婆，常常回去看她就可以了。嗯，对啦，对，只是说因为听不出来是不是老公比较感觉我，因为我听完这故事，我觉得要说服的人是老公。那我自己是觉得改变另外一半的一些价值观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尤其是婚前没有先谈，有点来不及。嗯、对，我觉得有点来不及、啊，所以我才说可能去台北的娘家，就是你有工作日，或是你是可以排课的嘛、嗯？对啊，老师可以排课，那你要不要考虑？就可能例如你二三四频繁上课，对，你就这三天住在台北，对，然后剩下的时间你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跟你老公相处，嗯，对，稍微调配一下你们的生活模式，好，也不是说真的要骂你啦，好不好？对，就是加油，加油喽，加油，希望你往后人生。都要更想得清楚一点。好，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是卡在新欢旧爱三角关系里的我，你们快点骂骂我。这个就是邀请我们骂他了，扫把牌第二个，真的可以骂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个还不值得上，还不如上一个值得骂。啊，真的假的？什么啦？好，这位呢，他说我今年27岁，是一个女生。她前年的时候跟交往8年多的男友分手了，他是我的初恋。这边我们就会叫那个人叫前任。好， okay, 前任。我们呢曾经因为一些沟通的问题分手过，然后第二次分手是因为他趁着出差的时候跑去跟认识的人玩3P。因为这个呢，其实在一起的时候，男友就一直说、哦、我想玩3P，然后他说我不行，这样，所以男友才偷跑去玩。好，反正就分手了。那么加上前任呢，他的个性跟兴趣很容易接触到新的女生，我觉得我们就算重新开始也没有未来，所以他们就分手。嗯，那么在这个跟男友吵架分手的这个期间呢，他认识了他的一个同事。好，我们接下来就叫他同事。好，嗯，好，这个同事呢，听到他分手就毛起来追他，然后很有毅力追了他1年。这中间呢，他们阴错阳差的发生关系。我想说是要多阴错阳差呀、啊，就是差，喝醉是不是还是怎样？反正他们发生了关系。就是约炮啊，就对，反正就是没关系啊，就是 OK 嘛，对、啊，对，发生了关系，然后就觉得这个人真是不错，尤其是性能力相当的棒，先试车试好啦，对 啊, 啊，就是个性、工作、价值观都不错，很棒啊、然后 OK， 因为他是写性爱的部分，尤其觉得捡到宝，想必是个大宝藏，好。然后呢，大概在追了我半年之后，他其实曾经有告白，但因为那时候他还没走出前任的阴影，所以说没准备好。
那其实呢，他一直都跟前任藕断丝连。那因为这件事，同事其实也有念他了，就说、oh. 啊，你又跟藕断丝连，你也走不出来啊，这样。可是他自己就想说啊，你也跟你前女友联络啊，就这个同事也有在跟前女友联络，还会一起出国去拜月老什么的。Huh?对，因为他说他们是和平分手，所以依然是朋友。Oh. 但是如果你介意未来交女友，我就跟把他封锁， 他会断掉这样子。对， okay. 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他自己也跟前任保持联络，跟同事呢就是偶尔发生关系。那有人问会不会答应他的告白呢？心里会觉得怪怪，就觉得一个天天在跟前女友聊天，把前女友设成 IG 挚友的人，是真的有要跟我在一起吗？硬要比较的话，前任跟我的个性很像，很爱玩，很有趣，很会逗人开心，家境又好，会穿搭，很有长辈缘。会穿搭对，然后同事呢就是很照顾我，很细心，会跟我沟通，也很有耐心的听我讲话，并且性技巧很厉害。Oh my god！ 对，那现在就是偶尔跟前任出去，就同事生气，跟同事出去换前任生气，他就卡在了这个纠结的三角关系里面，请 Apple Tyler 布丁骂骂我。我说实话，我反而不想骂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好骂的耶，因为他已经很搞清楚，就是他其实有用我觉得他不愧是我们的粉丝， okay.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要告诉他说，我们在评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把优缺点都列出来，啊、他列得很好，他列得极为清楚。可是重点是因为他没有跟同事在一起，所以他没有资格去管他跟他的交友关系是怎么样、啊，因为说不定你跟他在一起以后，他真的就是会。做得很干净，然后就专心在你身上啊！你说他不应该预设？对呀、啊，干嘛预设？他没有走那条路，他就体会不到这件事，所以他反而跟一个骗他的前任藕断丝连。可是那个前任是曾经骗过他，而且是需要三 P， 你又不想三 P， 除非你很想三 P， 那你真的会这三你就纠结在一个很赞的性爱关系里面也不错，这你的选择也不错。可是现在摆明就是你的前任，你走过的那条路，他就是败流，他就是失败了。可是你没走过这条路，你都还没有走过。你就怀疑他未来可能没有怎么样，那我觉得就有点可惜哦。显然布丁已经选同事了，我目前先选同事、啊。那如果选了同事以后，我们有确认关系，他还不能跟他的前任或是再说，对不对？对哦，你好像也没损失，对啊，没有损失 啊，就再断掉、啊。那就我们就退回说好，那我们就当顾炮。因为我会觉得，因为我会觉得他现在那个同事应该也是觉得，反正你好像也没有要跟我在一起，对啊，你说你没，我就留着线，对，不要断掉啊，不然我到时候。两个都没有哎、欸，因为他的前女友就跟你的前男友的状况不是一样的嘛，就是也是留有一丝留有一丝希望、啊，因为就觉得对啊，因为我们现在又没有确认关系，如果你要跟我确认关系，我可以断掉，可是你没有跟我确认关系，我干嘛要断掉？对，很损失哎、欸，是没错，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同事也很了解，就他不是那种我要为你先， 你知道，就是好像我先为你付出一切。表现我的决心，我要追你，可事实上就不是这样啊。嗯、我的看法其实是啦，她喜欢她前男友，她对同事其实就是哦，毛皮黑马后，显然她可以说出前任比较多的优点，显然前任是吸引她的。而这个我懂，我懂。同事她觉得她就是个好对象，其实我是这样觉得。嗯，对，一定是比较喜欢前任啊，不然怎么可能人家都已经。欺骗你，然后做了这些事情之后，然后都分了手啊！你还跟人家藕断丝连，嗯，对啊，那怎么办呢？那我比较想问问他，你困在这个三角关系里面一年，快乐吗？你是不是觉得快乐无比？你只是觉得道德有瑕疵哦？我懂，我懂，我懂。因为说实话，如果你就是。你就是如果快乐的话，很快乐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听听看布丁的意见。就布丁那个方案对你来说是现在损失最小的，因为我觉得跟前任复合倒是我不倒是不推荐，后续会比较、那個、我不太推荐、嗯、对，可是如果你就试试看跟同事就是尝试交往看看、嗯、啊不行就再退回炮友关系、okay. 你们现在是炮友吗？对呀、啊、对呀、啊啊、其实我觉得好像对你没错，因为说实话啦，我自己对道德的看法比较开放，就是如果这一年内这一段三角关系没有伤害两方，我目前听起来没有啊，对不对？嗯、那其实如果你们三个都很开心，嗯，还是你们三 P， 那就不要啊，不要三 P 吧。我想说哇，而且很显然他们两个就对对方有敌意啊，敌意。而且我跟你说，我猜这女的此刻应该漂亮到容光焕发，因为有两个男人都在为了你吃醋，我又想了都觉得我现在应该很漂亮。我又想了都觉得他应该每天出门都想说哇今天真抢手啊，我现在排行榜第一名哎、欸，我懂我懂，
因为我目前听起来是因为 你的前任跟你的同事也都没有稳定，也没有另一半嘛，所以其实你们现在这个关系也没有造成任何人的伤害啦，受伤，顶多只是你跟 A 出去 ，B 会生气，跟 B 出去 A 会生气，就这样而已。可是这个生气，可是生气你应该很开心吧？很enjoy，你也想说，对哦，哎呀，要爱生气，套对，好啦，你不要生气了，好啦，那我们下次不要跟 B 出去了，我们好八婆，是吧？好啦，那只能说，我觉得一定要选一个，一定要选一个同事，我也推同事，我推荐同事，因为你年纪渐长，你现在27岁，你觉得逗你开心或是好玩啊什么，这个特质会在我们30岁以前很吸引人。嗯，这些东西到了30岁以后，你会瞬间觉得这个人真轻浮。因为我就是过来人，我以前会喜欢会逗我开心，你是过来人，对哦 I'm sorry， 你以前的择偶条件跟现在截然不同。来来来，他讲一下前任有什么优点，我来听听。好，我再讲一次哦。我刚刚突然听到董川大家整个笑出来。前任呢，很爱玩，很有趣，很会逗人开心，家境好，会穿搭，会穿搭，很有长辈缘。会穿搭就是 Apple 前任的特质啊！我跟你说，我还真的把会穿搭列在他的优点里。对啊，你的前任、欸、其实他的处境跟你有点像、啊。我真的，我那时候还跟他讲说，哎、欸，可是因为你看，他很会穿搭、欸，你老公不就是会照顾你，很细心温柔，会跟你沟通，很有耐心。性爱我就不知道了。我真心推荐人生伴侣要选这种人，而且其实你同事对你还真是有耐心。我只能说看你有没有想要结婚啦，或者是有没有想要一个稳定的关系，好，也不一定要结婚，因为我们也不是结婚派，就是我会觉得你有没有想要一个稳定的关系持续很久很久很久。是，如果你是有奔着这个去的人，我会觉得同事比较适合啊。如果你是觉得哎，就是快乐就好，快乐就好，你现在很快乐，那也没关系，就继续这样下去啊。对，我觉得其实继续这样也不要给前任对对对那个承诺，是，你不要以为说哦，你就选前任会很快乐，没有，你现在最快乐，你现在最快乐，千万不要选前任。我跟你讲，你选了前任，你才会不快乐。我是真心觉得你的前任就维持目前这个状态最好啊。我也不太相信你的前任就是有一天会改变的。我是这样觉得，我是不觉得不可能。而且我觉得你对前任若即若离也好啊，这就是对他的报复啊，很棒啊。对啊，谁让他当年要伤害你，现在对他若即若离，让他看得到吃不到也很棒啊。对啊，对，好啦，就还是祝你幸福，因为你还蛮年轻，所以你还可以慢慢思考，试试看啦，跟同事试试看交往看看。如果你觉得现在很快乐，就先不要。可是有一个隐忧，干嘛？就是同事的那个前女友啊，他其实当然同事嘴上是说我们好八卦，我们是粉丝三个八婆八婆聊天室，我们现在都在讲同事八卦吧？哎，可是我跟你说，他前女友很奇怪。OK， 他现在是说断就断，可是谁知道啊？到时候真的发生的时候，难保他变成你生命中的纯元皇后、欸，有可能呢、欸。对呀、啊，变你那个陈又卿，好可怕哦。对呀、啊，那就是观察一下，就那就大对呀、啊。所以我才说你们就观察一下，有点像是说我们交往一个月看看。还可以这样子、喔，可以说一个月哦、喔，试用期。现在真的有蛮多人会说我们交往3个月哦，很有趣。现在很多人工作不愿意有试用期，但谈感情很愿意。我有看过有1年1签的，我不知道怎么在 IG 看到有人分享说他们约到了在前一年，一年一签的夫妻制度，对，还蛮有趣的耶。对，好像可以试试看哦、喔，就谈好嘛，我们就3个月。哎、啊欸，偶像剧都这样演了，对不对？对不对？契约婚姻，先把离婚协议书签好，先把离婚协议书签好，然后先把它放在警辖内，然后放在正大光。台面后面，如果1年后我们没有要续签，就我们两个一起拿了那个去离婚啊，好像可以试试看啊，没错，对啊，现代人的方法，对，好，那我们第三个故事来了，好，爱情里存在着疙瘩。还能维持多久？哦天，我觉得这故事鸡蛋布丁会有戏，怎么觉得有点 sad 了？他说：“我是一名年近40岁的男同志，与男友认识5年，中间曾经分手过一次，交往的时间加起来大概是4年左右。嗯，那男友比我大5岁，回去面试45岁。当初认识他的时候，我的身心状态不好，因为认识了他，让我短暂脱离了这种困境。嗯，可是因为那时候的我很没有自信，也没有安全感，容易疑神疑鬼，所以交往了1年，我就主动提分手。分手1年之后，他又回来找我。”这一次的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呢，我们就复合，一直到现在，一切都顺利稳定。我也觉得可以一直走下去，直到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我发现我们家有一个用过的保险套，我以为那个是他就是自己来的时候用的，那我就很自然的跟他提起这件事，结果发现他的神情有异，我就觉得嗯对哦，那当下我没说什么了，觉得自己想太多，结果他后来跑来主动跟我说，他其实偶尔会约网友，然后帮他们吹，那个时候会使用保险套。他怕我想太多，所以他其实一直没有跟我说这件事情。那他也有提到说，他觉得我真的是可以跟他一起走一辈子的人。在聊的过程当中呢，他并没有明确承诺以后不会再发生这件事情，而我也没有明确的提出要求说不能再做。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我知道这一切之后，我的心情其实蛮平静的，也开始问自己，这段关系是我想要的吗？午夜梦回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可是一觉醒来我又恍若无事的继续过了新的一天。我跟自己说，我并不是真的介意他跟别人发生关系，但是我跟他的互动却悄悄改变了。我们在做的时候我很难专心，我甚至会跑去做血液筛检，怕会有什么传染病。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的生活，也很谢谢他带我走出了当初的忧郁。现在如果决定跟他分开，我反而有点内疚。可是如果继续交往，未来我还能够舒服的在这段关系里面吗？还是且爱且走，等关系自然淡掉呢？哦，布丁陷入沉思。我想哭哦。可是代入是不是？也没有到代入啦，没那么抓嘛。只是说，你看这段关系都会让他害怕了。对。他甚至都会因为这样怕自己得病，然后又去筛检，这已经是一个恐惧的状态啦。可是我们没有人想要希望一段关系是让自己恐惧的，让自己有所疑惑的，或是怀疑自己的。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好好想想，就是他不用担心离开以后要内疚，因为你看他发生了这件事以后，你们也没有真的后续的讨论嘛，他也没有给你什么承诺或怎么样，代表说他可能需要额外的肉体关系。那我觉得你也不用去担心说，你们如果真的离开以后，他会发生什么事，或者是你要为了这件事负责或什么的，我觉得都不用。我觉得事情到现在为止，你就是要让自己可以好好的生活，然后不要活在害怕当中这样子，然后找一个可以真的放心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不一定一定要要求你之后要很快的再找到另外一半，也不一定啦。对，我觉得是要让自己的状态变好才是重点，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 maybe 同性恋都会觉得，中年以后我是不是很难找到另外一半啦？我是不是没有了这个人，我之后要怎么过？其实没有，如果自己都还是可以过得下去的，这样子。就是刚听到这个心态，是觉得有点自己都有点鼻酸起来，这样。因为我可是我刚刚有点听不太出来是。因为好像没有讨论，没有认真针对这件事情讨论，因为我会觉得过了这件事好像对，所以有点，但可能他也没有写，只是如果是我的个性，我就是打破砂锅会问到底的人，就是要怎样？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件事，我可能会希望知道理由。比如说是我们两个关系怎么样吗？是因为出了什么问题，还是说你希望有什么样子新的刺激，还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要去沟通，然后沟通完之后，彼此是不是各退一步，或者是各前进一步？比如说你也尝试看看，或什么？就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起去努力的，认真讨论、然后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牺牲，或者是都会有一点需要去认识。我不知道，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可能。当我今天我伴侣告诉我说他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可能也会想要先尝试去理解这件事。我的个性是这样，就比如说好，我前任跟我说他不想结婚的时候，我也一直试图去理解不想结婚的人在想什么。但显然不是这意思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会觉得我可以试图去先理解看看，或者是我有没有机会，可不可以做什么事情去改善我们这段关系？这样我会觉得这样。可是目前听起来好像有点就是，你们讲完以后就放弃这样，尴尬。对，就好，那没了这样。我觉得投稿的这个人是一个内耗很严重的人，就他的个性都会是表面和平啊，包含他会骗自己说没事了。可是私底下又去做筛检或是什么，对啊，或者他会分析。其实如果是这一个人投稿的这一个人，对，我会推荐分开。OK， 因为你不是可以接受开放式关系的人，很明显，很明显不是。即便你们谈了，我相信你可能会强迫自己试看看，但最终你会有疙瘩，因为这件事在我看来，我就会觉得这是很好解决的事情。可是我是我，对啊，你是你。
这个投稿的人是他，而且再者，他们一个40岁，一个45岁，他们又比我们长了10岁，所以他的价值观一定跟我们，就他们那个年代的同志的保守程度一定又比我们更保守，所以在谈论很多事情上面，他们其实一来没有范本，二来他们可能更不会去谈吧。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 okay. 很多心理的问题都不拿出来讲。我们现在一定就会觉得两个人就是要沟通啊。对。可是你看我们的父母，道理都懂，他们还是不会沟通。而且我觉得他讲了一个 keyword， 就是他们在一起相处很开心。对。就是我觉得他可能真的也觉得他遇到对的人。嗯。好不容易跟这个人生活相处在一起，然后觉得自己有。觉得自己很舒服的一个生活状态。可是他们两个人的开心跟融洽，因为从他的叙述来看，他们两个的开心跟融洽会不会是这种我们都不把话讲出来，表面的和平的表面的开心跟和平？是的，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当然有办法两个人坐下来好好沟通。像 Apple 讲的，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好，后续我们的模式跟关系要怎么调整？跟你也不能只是一味的接受对方的。要求嘛，你也要说出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那你能接受到什么程度？他能接受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要讲，或是你完全不能接受也要讲。对啦，不要骗自己说，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哦，身边可能也很多情侣都有接受，可是他们是他们，你是你，你要永远搞清楚一件事情，交往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对啊，所以你们两个想要什么样子的交往关系是你们两个自己决定就好。对，就我们的意见也是，我们的意见也是你听听看。对啦，可是你没有办法强迫自己，每个人都一样，没有办法强迫自己硬去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自己觉得他们终究会分开，因为他再这样内耗下去，他不快乐，你也不快乐啊。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快乐，你如果不快乐不开心，其实真的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变，因为我觉得你还傻到就觉得我们就这样慢慢淡掉。哪有这种事？你们在这个过程中，你只会越来越痛苦，也没什么淡不淡掉。而且我自己一直很推荐在感情上面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因为你在这个不停询问、理解、认识的过程中，你会更清楚知道我就是不要这样。对，因为你我跟你讲，我完全能理解你跟他在一起可能生活很开心，所以你会被这些事情蒙蔽了双眼，你就会觉得好，我退步好了，没关系吧，反正我们相处很开心啊，我们每天多一起生活，我很喜欢啊，我很喜欢我们现在打造的家，我很喜欢这一切。好了，算了，你外遇也没关系啊，你偷吃出轨没关系啊，你喜欢三 P 也没关系，就是你可能会一直退，一直退，你就以为说哦、啊，你现在看到的开心，你想要维持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事情它也不是很常发生嘛，它可能一个月来一次、两次。你刺一下，刺一下，然后啊，算了，没关系，我们慢慢慢慢淡掉再说。可是就没有这样，对，他就是会一直让你不停的就是痛苦下去。所以我会觉得我的建议就是你认真去告诉他你的想法，然后你就可以更清楚知道你自己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那你就可以更坦然的离开这个人。对呀、啊，而且你的慢慢淡掉是要多淡，哎、欸，你40岁了，你要不要现在离婚？你反而就现在分手，你反而有更多的时间去。去追寻下一段，是是是，你要拖到你50岁的时候吗？就是哇，你们的爱真多，多到你50岁了才用完，才分开，才消耗完。那你如果活到100岁，你还有50年的时间要找下一个伴侣、欸。所以我是觉得推荐你们好好的讲开，然后讲完之后再决定下一步。有时候人会这样哦，就是我自己现在就是这样，就是有时候把一些话讲得很重了，或是把事情想得往严重的地方想了，但我还是理性的表达，只是我把事情可能严重性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的时候，我一谈下去，我就会发现哦，那其实没那么严重哦。我自己是这样，跟朋友相处尤其，就是当我今天跟一个朋友有冲突或者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很严肃的看待。可是当我做完决定之后，我又突然觉得，那其实真的没那么严重。你有没有懂我意思？好抽象哦。对，好，举例来讲，我今天跟你可能发生就是你想说可能会绝交。对，我觉得这件事我们要绝交，所以我是用绝交的心态在跟你沟通。哦，可是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哦，也没有必要到绝交这一步。原来我真正不想要的其实是绝交哦，就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嘛。Okay. 你预想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跟你实际上什么样子的人，这是需要事件去印证啊、哦。是啊，就像这件事情，其实你实际上是介意的人，你不，你只是在骗自己不介意，所以你才要沟通，因为沟通开始印证了，那个内心的自己就会跑出来了，对，然后你们才能够去达成双方想要的那个结果，或是谈判破局，然后分开，是，然后这个对方的态度，我觉得也是一个印证的重点啊。对啊，因为我刚讲的云淡风轻，我吓到，啊、他说我有戴套啊什么的。
想说，就是我觉得你要去谈，然后如果他的态度是啊就这样啊，就你知道他就是没有认真看待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你也要去审视这个伴侣真的适合你吗？但我觉得他会有这样子的想，就我觉得他会变成这样，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另一半可能是用不是言语的方式一直在传递给他的消息，说这件事没什么，所以他才会变成就很怕这样啊，他是有点被微微说服，对，他其实算是被对方的价值观说服跟控制了，对，所以我会建议你还是说出你的心里话，勇敢说不。我们在反什么？推广什么东西？没错，好，那就希望这位朋友你可以早日过上你真正舒服的生活。好，下一则投稿，我昨天呢，就是因为我昨天是搭高铁跟坐捷运的时候整理的，然后我就想说，哦，搭个捷运整理一下，哇，我没想到，我就在捷运上大哭，真的假的？所以现在的你，如果在开车坐捷运上班，先关掉。好，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哭了，可能打完预防针你们就不哭了，有可能。标题叫做我好想你，哈，完了，我想哭了，我好想你，好想你，苏打绿的歌，好好。他其实原本有自己帮自己下一个标题啦，我觉得他比较悲伤，就是说爱情的尽头还是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其实他想讲的是我好想你。OK， 我是一名28岁低调且未出柜的摩羯座男同志，我的男友是54岁双子座。Oh my god， 他们是你是什么表情？固定的表情就是I know you 。我们在，而且他还花了一大段篇幅在介绍说他是喜欢老师，没有关系哦，喜欢什么年纪都没问题，不用为、啊、不需要为这件事解释，所以我把他的解释全删掉。OK， 了解。好，我们在交友软体认识，交往了4年，在一起的时光非常快乐，几乎都没有什么吵架，而我们也算是远距离，我在彰化，他在台南。每周末我们都一定会有一天见面，可是因为我男友年纪偏大，所以我们周末的行程 always 都一样，但是我也不觉得厌烦，我很享受这样的生活。直到2023年的3月，他确诊了胰脏癌。第一次化疗完之后，他体力不支，跌到颈椎骨折。开刀后有恢复了60%的力气，但也没有办法下床走动。一直到今年的9月，他离开了。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他终于跟他的姐姐出柜，而他姐姐也很开心有我在这边陪伴他。毕竟我男友平常不对别人说心里话，也只会对我说。我每天一下班就会冲去台南看他，休假的时候也都会去照顾他。我已经要哭了、我真的很爱他，也很崩溃。那个期间我哭了好多次，但是在他面前我会装没事，笑笑的跟他说说话、聊聊天，帮他擦身子、刮胡子，喂他吃饭，或者是协助他上厕所，这些事我不觉得累，也不觉得可怕，我只希望他好好的。可是我知道不可能。当时我在做的事情就只是帮他善终而已，我有一直在做心理建设，在最后他是在我面前断了气。当下我没有哭，而是仿佛眼前的事是不真实的一样愣住。一方面我也是很开心他不用再受到病痛而苦。他在离世前跟我说这辈子能够遇见我是他最好的运气，也是最快乐的时光，希望下辈子还能够再遇见，并且认出彼此。我帮你念好了，谢谢。好蛋蛋他，好。我到底为这篇要哭几次？我昨天在前一场大哭一场，我昨天在前一场在哭，我整理完又在哭。好好好，好。但他走后的2-3年，我开始每天哭。吃也吃不下，15天就暴瘦9公斤。我依旧每天传讯息给他，即使知道再也不会有回应，但我还是很希望被已读的感觉。我也知道这对身心灵都很不健康。由于对家人没有出柜的关系，回家前都会在车上哭完，等眼睛不肿了才下车走回家。但陆续呢，都有跟周围比较好的同事、朋友还有亲姐姐出柜。虽然我也知道他们不能帮我什么，只能听我宣泄，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完这趟没在计划内的旅程。我希望自己好好振作起来，但目前过了4个月，我还是走不出来。现在心中都会问自己说，用力爱一个人到最后换来的是什么？由于男友使用的是植葬，就是植物的植，对，树葬，对，树葬，哦，树葬，也没有地方可以祭拜或探望，只能抬起头看着天空问你，你啊，还是好念，我冷静，我冷静，我来念，好，快，可以，你现在还好吗？过得怎么样？有想我吗？
在我身边吗？只想跟你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想问看看泰拉 Apple 布丁有想过另一半如果离开的情况吗？不敢想。我跟你说，我已经删掉很多了。嗯，就是我已经尽量让他是理性的一篇。我觉得他把我们当树洞了，所以对，我觉得能当你的树洞，我们很荣幸。荣幸。然后谢谢你愿意分享你的故事，这样，然后或许可以算是帮你分担一点情绪，就是你看我们在这边痛苦，老公要不要说一些什么？可是我觉得你们整个交往过程，或者是整个最后的时间，就是你们有好好的待在彼此旁边，而且你们有好好的说再见，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其实是。不能无法好好说再见的，很多人所有听到好酷、哦，很多人多少的愿望都是我为什么当初错过了跟你说那一句话，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但我觉得你们自始至终都把彼此当成最重要的人，然后你们都有好好的进行这一切，陪在彼此身旁。我觉得这些都是，即便你也不用强求自己什么要走出来，你要花多少时间、嗯，因为这真的是你很重要的过程。但我觉得他一定都知道你在想这些的啦，所以，我觉得好难好难做个结论。我觉得啦，我的想法是、嗯，当你失去了你非常珍爱的人，不管是家人、朋友或是另一半，嗯，他就是一个伤，而且你不用去想他会好，是因为他可能永远不会好，也没有关系。我也有发生过很重大的车祸，虽然伤口好了，可是它永远会在我手上留下一个很大的疤，我也会有一些后遗症。所以我们心理的创伤也是一样的，我们肉眼看得到身体受的伤，可是我们往往会忽略我们心里面受的伤。是，我还记得我多年前有一个同事，然后我们开他们家的车，然后要去宜兰玩，然后开一开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说太阳有点刺眼，我就看到他有那个放太阳眼镜的盒子，我就说哎，这里应该有太阳眼镜，我就打开它，然后拿出了一副太阳眼镜给他，他就说哦，原来这个太阳眼镜在这儿啊，然后我就说怎么了，他说那是我爸爸生前最喜欢的太阳眼镜啊，那时候死掉之后我们一直找不到这太阳眼镜，还觉得好烦哦，怎么找不到他最喜欢的那个太阳眼镜啊？原来放在这啊，真是的，找漏了这样。然后就继续平静的开车啊，真太真没有人敢讲话。开了大概有五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朋友就想说要关心他，就说那你现在还好吗？爸爸走了五年，还好吗？他说我永远不会好。他说我失去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所以这个伤我永远都不会好。他没有哭哦，他是超级平静的说，理性的在讲。对，哭的是我们四个，车上四个人哭到不行。他说：“我永远不会好，可是也没关系，因为我很爱他。”哦，我想跟你们讲的就是，总有一天，不知道是哪一天，你也可以心平气和的讲出这些话。什么意思啊？这一句。好，我尽量理性。好，因为而且像布丁说的，其实你要看到这段过程当中你的幸福的地方、幸运的地方，是你们陪伴彼此走过了很最后的时间，好好的珍惜了彼此，然后你也尽你所能了。嗯嗯，而且你也因为这样，你本来不敢出轨，你现在至少跟三个人出轨。是你的人生也正在推进，某种方面来讲，他也帮助了你。我还记得我高中的英文老师，他70年次，所以其实只大我们一点点。然后我们是他教的第一届，可是他在我出社会那一年，突然有一天就走了。然后走了之后，我去拜他的时候，我还觉得不可思议，他这么年轻。那因为我有追踪他的脸书，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他脸书开始发文，然后是他的老婆，他老婆会每天在脸书上跟他说话，也不算跟他说话，就是跟他讲说，就有点像在发日记，今天干嘛这样， okay. 就是每可能没有到每天，就是发说，哎，今天带你女儿去了哪，做了什么事之类这样子。Oh, wow. 然后曾经有问过他老婆说，刚生孩子，然后老公就走了，这样你能承受吗？他说我觉得他走了，虽然不在我身边，可是他会知道，所以我才要跟他说话，这样子。对啊，然后我朋友的妈妈过世的时候，我朋友妈妈是放弃治疗癌症，
然后在过世前，他也是跟他讲说：“你不要担心，如果妈妈走了，会在风里，在花里，在水里，就是会在 everywhere。所以你不用觉得孤单，你不要觉得你失去我了，我只是变成另外一个形式陪伴你。这样，我们人生不难免就是要面对生离死别。嗯，对，所以我觉得有好好的道别就是一种幸福。嗯，能够好好道别就是一种幸福。”因为他的问题居然是问我们三个说有想过，我不想回答，我想说不敢想，我不敢想，不敢想过。其实我也有想过，欸，可是就是，可是你想到一半就会觉得啊，不要，先不要想了，先不要想了。我宁愿回答刚刚那一点，我也不要想这个。真的，但我觉得，就是。啊，我觉得好难哦，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们都还没有经历这一层，因为像我觉得我认真想想，可能我人生最亲近的人过世，可能就我的爷爷奶奶这样。但是我爷爷奶奶过世的时候，我都非常冷静，就是我冷静到我是我们全家人最冷静的一个人。然后我爸我妈那边哭得稀里哗啦这样子，然后我还很冷静的说：“哦，那个阿嬷的遗体现在是要怎样吗？”呢之类的。然后我还记得我奶奶就是。他是生病走的，所以他哦对，然后他走的时候，他肚子里面都是水，所以他很重，就是他体重非常非常重，然后殡仪馆的人就是抱不起来他，因为可能那时候现场工作人员只有一个人，然后就拍不起来他，然后我们要把我奶奶的遗体就是运到另外一张床上去，好像在太平间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妈就一直哭这样，她一直哭，她就。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这样我妈完全失去功能。然后我就一个人走过去说：“好，那我跟你一起，这样我跟你一起，我们来一起来一二三这样。”然后我明明力气那么小，可是我那时候觉得我突然觉得我变女大力士这样。我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来这样。”然后我讲一二三，然后我阿妈非常重，我就把她这样扛到另外一个床上去，就是跟那个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一起这样子。然后扛完之后，我就完全就是也没有任何，就是我当下是真的很平静，就是我很。surprise 我怎么可以这么冷静，然后连我妈都说你怎么这么冷静，这样子就是她也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因为我从小跟我奶奶的感情非常好，所以我其实在那个当下就是没有，我不知道，我没有表现出任何，就是我一个这么情绪化的人，我在现场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情绪的这样。然后我就有时候会想说啊，可是我仔细想，有像比如说我有时候遇到那个我去坐云霄飞车或干嘛，我不会叫，欸，太震撼的事情。對，我坐云霄飞车，哦，人家那边你是属于吓傻型的，我是就是这样，就是我就会在那里，然后眼睛闭着，我从头到尾不会眼睛睁开，我根本不知道我刚刚发生什么事，然后就到了，这样到了就到了，然后结束这样。然后我就发现，我真的遇到人生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好像会是就是整个人关机，就我比较会是那种荡掉还是关机，或者是不会释放出来的人这样。对，所以其实。我后来也会很害怕说啊，会不会未来我的亲人或者是我身边真的很亲近的人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上的话，我现在可能因为我爷爷奶奶过世很早，我那时候都还是学生这样，我就在想说啊，那我现在已经三十几岁了，会不会我现在能够用我到时候会用什么样子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切，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冷静，还是说我真的就是会要哭得稀里哗啦之类的，就我其实也会一直在想说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情该怎么办，但确实就是很难想象，因为这件事真的发生了，就是我们也只能接受，而且重点是这件事是一定会发生的，欸，而且是不可逆的事情，不可能不会发生的事，對，所以要么是发生在你前面，要么是你先发生，对啊，所以我都会觉得啊，其实这都是我们要面对的，所以就是很开心很感谢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啊，然后我觉得可能大家虽然不想想，但是可能偶尔想到的时候，可能我真的一直在想说，会不会多想几次，等到真的遇到的时候，比较有那个心智去面对。Okay. 如果你一直就逃避都不想，也不先去预设，看看说有一天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怎么办？然后你突然来了，会不会就疯掉？对啦，我觉得一直不想，一直不想，好像也不是好事，对不对？ Okay. 因为我前几年就是我的猫咪婉婉嘛，因为婉婉是我的第一只猫，然后陪我度过了失恋啊，然后就是很多很辛苦的日子啊，然后被直销骗啊什么，这些日子他都陪着我。然后，所以对我来说，婉婉其实就像孩子一样。然后有一天，他就诊断出
很糟糕的病这样子，然后医生也找不出原因，然后只告诉我说做好准备，可能下礼拜他就会走这样子。我总共经历了两次，就是医生告诉我准备做好准备，他要走了这样。第一次我也是慌乱到不行，然后只会哭这样子，然后他又好起来好转这样，然后后来又第二次的时候，我是待在医院跟他讲了好久好久好久的话，就也有请了他啦，就讲说，哎、欸，就希望你可以，你如果好起来啊什么的，就是买新房子给你住啊什么之类的。哎、欸，他做到了，嗯。然后我现在跟他的相处，就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态，就是我会很感恩我跟他，感激我跟他能够再继续相处。所以我说回到这个网友的故事上，其实你很还是幸运的，因为你可以慢慢的、慢慢的跟他告别。对，因为像我刚好前一阵听了白先勇的那个有一个故事叫 T for Two， 然后这个故事呢，它其实最主要，它里面有一段就在讲说有一对情侣，然后他们生活才正要起步，很开心这样，两个人在一起很开心这样，然后生活起步了，然后结果就某一天的晚上，她男友没回来，然后就发现哦，他发生意外过世了，所以她再下一次看到他就已经是在停尸间看到他了。然后他就逃离纽约，他没有办法振作，所以他逃离纽约，他这个纽约的故事，然后他逃离了纽约，然后躲到乡下躲了5年，嗯，对，所以我觉得很悲伤跟走不出来是正常的，是对，因为我们本来因为你在乎，因为你的心就是那么大颗，然后你在乎的人，你失去了他，你就是需要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去代谢掉他，那就告诉自己说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花很久的时间把这个人放在心上啊，对啊，都是对了，很合理的 啊，没错，对，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结束在、這個、哇，是云霄飞车的一集啊，对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对，没错，今天就是结束在这个，感谢这位听众 的分享，那也希望透过这一集这个故事，可以让你更加的珍惜身边的人。也许你们正在吵架，也许你们正在不开心，那你就想想，其实你们是要珍惜彼此的，对，而且还有彼此，对啊，对啊。那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尽快的恢复你的正常的生活，让你有办法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啊，会偶尔想他，偶尔想哭，这都很正常。对对，但人生就是还是要前进的啦。对对啊，就是祝福你咯、就是、对，好。那如果喜欢我们的疯女人聊天室的话，可以到 YouTube 搜寻疯女人聊天室观看我们这集影片，就看到三个在哭的人。哎呦，救命！我还想说，哎、欸，我有成功盯住、哦，结果最后那个大爆炸、大暴击之类的，对，越想憋越难，救命啊！而且我在整个故事全部听完后，你们两个在聊的时候，我其实是在旁边继续痛哭，那个能量太强了。所以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好好珍惜啦。那如果你是，也是一样的人，你也是有曾经失去了你很重要的人，好好的想他都没有关系，这样子，对，那就祝福大家幸福喽。那喜欢这期节目的话，不要忘了给我们开心，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